老婆，老婆，来来来来，我帮你们讲述故事，你们不要讲话先啦、啊，睡觉睡觉。OK， 在某一天的早晨，风和日丽，跟平常一样的早晨，走了，老婆去做早餐吧。做早餐，叮叮叮叮 叮, 叮当当，起床了啊！睡睡睡，别打岔啊！十一啦，打岔了，去吃早餐，下来下来。我的，吃早餐吃早餐，早餐呢？啊，不用吃了，不用吃了，上车上去啊，迟到了。哎，没有，狗待在家，狗待在家。我们像平常一样带着我们的 baby， 哎，什么 baby？ 我们的西伊娜上学。我放那种很温馨的 BGM。OK OK， 下车下车。哎，喂，别感觉，我们要 say goodbye 一下，我们要 kiss 一下的嘛，上学对吧？来乖乖乖乖，西伊娜。哎，你的上学，你学校你要吃的，来，你去学校吃。哎。Sorry， 那你的便当，你的便当，去嘛去嘛，上学嘛，拜拜，记得哦，不要绑定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回家睡觉 ，OK，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我放那个警报声出来，为什么司机那给他打呢？哦，突然间我放那个 BGM， 我放那个警报声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，老婆？走啦，快点走啦，小狗，我们要去接我们的儿子了。我们的兰博基尼，儿子。Sorry。Oh my god， 我老公没驾车。儿子。你人那么少人。儿子，你在哪里？儿子，我操，我的儿子要死。儿子，走啦，我们的狗呢？你的狗呢？你的小宠物在哪里？捡 baby。快点，儿子。小狗。我听到脚步声。看边 ，Let's go。时间末来了，有人来了，丧尸来了，白送的。我操，丧尸！哇，丧尸爆发了！糟糕了，我们一家直接惨遭白色丧尸干掉了。老婆，快点跑！老婆，你怎么不跑啊，老婆？儿子，你被受困了，他受困了。走了，儿子，丧尸爆发了，我们要赶紧走了。Let's go， 大手牵小手，糟糕了，非常多的丧尸附近，我们现在要赶紧去我们的另外一个家避难了，各位，终于到了。糟糕，欧尼姐，我们的秘密基地，行啦，有人了嘞，我们的秘密基地。我们秘密基地遭到了未知敌人的攻击，快点集合，我们一起走。妹妹，我还蛮小，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什么奇怪，不要跟我们讲是哦。啊，暗姑姑，别变了，吵。OK， 暗姑姑，现在我们是在玩捉迷藏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，好吧？外面没有丧尸，不要怕我的西吉拉们还有小狗。走吧，老婆，我们不会让他们担心啊。走了，没有，我们要为了他杀出这个地方啊。是吧，没事的，别哭，我们在玩躲猫猫而已，你们两个别哭，走吧，老婆，丧尸来了，孩子别动，我们不会死的，我们会帮你杀出来的，走了，老婆，哇，好多人丧尸，哇，这丧尸，哇 ，Spiderman 的丧尸，这个 Spiderman 他竟然，直接剁掉。老婆小心，你 careful 老婆，后面，老婆 no， 没事的，别哭，我们在玩躲猫猫而已，你们两个别哭，走吧老婆。